来自克里昂信息，关于光子治疗一到三，来自光之旅的博客。问候，亲爱的人们，我是慈力服务的克里昂，向您问候。光子治疗一，有人会说这并不适宜，你不能让某个人类坐在观众前假装通灵，这只是不适宜。然后有人会说，这完全就是通灵该有的形式。这两者的区别是，你们一些人已经建立起内次元识别器，而另一些人则还没。这种识别器在此年代会被更多的建立起来。你的识别器知道这些事情是否真实，因此我对那些能够看见的人说，马上看一下那些颜色，看一下舞台上的颜色，因为我是克里昂，我越过帷幕窥视，我因你而来到三维，而我正在你面前使用人类的自由选择传达这些话语。我正在此地使用人类的自由选择去有辨别的聆听。我正在使用那些迟些时候会能量调频进来的人们、读者的自由选择。那全部都是自由选择。那全部都是某人决定是否接受。从坐在舞台的人到听着的人，全部都是自由选择。这就是神灵运作的方式，而他尊重人类。我是克里昂，我知道你所谓的规则是什么。那规则指出我们永不显示不适合人类能量的任何事。那规则是我们永不以恐惧或其他出现在你面前。那规则是我们会告诉你完整的真实。那规则是我们永不说控制任何人的任何话，相反我们只是爱着他们。因此，如果人们生活中可能有什么事改变了的话，那只会是他们的心灵，伴随着自由选择。我们被允许洗涤你的双脚。我们被允许握住你的手。我们被允许触摸你的双肩和脑袋、内次元地。而那意味着如果这里有人不希望感觉到任何事，他们就不会感觉到。你明白了吗？这尊重人类的自由选择。而那就是自由选择运作的方式，从来如此。现在，对那些来找讯息，对那些已经感觉到我们带来的随从的人，我会告诉你，他已在此。这是为你而来的，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提供的讯息就在你面前。我的伙伴对你说，我曾经暗示过今天的主题，还暗示过当试着解释这不可说的事物时那个场景的形式。因此，以下是我对伙伴说的，保持清醒，别在帷幕这边走得太远了，你需要留在三维里去恰当地介绍这信息。因为当我们开始教导人类治疗的过程时，你就成为一个传授不可教的老师。当你去海外时，预料也要提供这些信息。你所在之处是一股新能量，你真实的实相正在转变，我们所谓的你的灵性罐子正在改变。这是个隐喻，因为你过往生命的灵性学习经历的集合正在今天涌进来。这就是我们如此经常提及的识别能力引擎。你们有些人会在今天离开前感受到它，并说，这是不一样的。哦，这个通灵是不一样的。你感觉到了吗？有些人则说，这是真实的，你感觉到了吗？他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事实上，这真的是不一样。我今天是克里昂。我昨天是克里昂。明天我还会是克里昂。
而其中的区别就是，你当下所处的能量允许你感受更多，有所改变的是你。我想花一些时间并对这里此刻的甜蜜致敬，因为他们就在你旁边。这个特殊的讯息将不会再以这种准确的形式给出，与其他人一起就坐的将不会再处在像这个聚会一样特殊的聚会里，因为这是唯一的。历史不会像这样再次重复自己。这是为什么？这句这么独特之处，你可能会说，所有此星球上的事物都是唯一的，它们都有独特的印记，如果你那样说，是对的。然而，在此谜团中有些你还未明白的东西，表面上看来唯一的东西，有一个正在此处进行的灵性整体体验，那是为了你能随意体验的属于你的整体体验。这很难去解释。你认为唯一的事物在三维里，你可以把这唯一性合一的带到门外进入内次元，而你就能随时把它创造出来，只要你想。此地此刻的能量，你看见的颜色，你所领悟到的感觉，事实上是来自另一端的讯息，而你能再次拥有的像这样的所有东西只有现在。这是你们某些人今天的顿悟，这经验是可重复的。你要做的就是坐下来并再次创造它。那是神灵的力量，而这神的力量在你里面。多么甜蜜啊！时间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如你所愿体检许多次。因为当你接触到自己源头的内次元时，就避开了创造唯一事物的时间线。星号关于治疗的新讯息。现在让我讲一下人类和人体。我想告诉你一些我们曾显示的信息的片段部分，但那些从来没有直接通过通灵表达。我打算给一些关于你能做什么的指示。人体很有趣，它是一件生物体，而那是你，但它似乎经常待在另一个房间。我这样说是指，你和你的系统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它不是设计成要与你沟通的，除非痛楚。就是那样，它是早期给你的一个一维面向，使你能存活下来。因此如果你踩到一块滚烫的木炭上，你立刻就能知道。或者如果某样东西正在伤害你或戳痛你，你能有所反应并离开它。痛楚似乎是负面的，而且通常是个挑战。然而它是你的众多伟大天赋的其中之一，因为它使你摆脱困境。如果某事不对由时，他会警告你，而那就是你与身体交流的全部，并且是单一方向的。你不能跟他顶嘴，也不能问问题。你们许多人会说，那只是他的方式，我能做什么？身体不能讲话，他不能说任何事。如果你只看表面而这样说，你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个事实真的能跟你对着干，而不论你是多么开悟。例如像你一样开悟的身体，它本身也错综复杂，在面对一个在自己上面乱跑的致命疾病时会保持沉默吗？这讲得通吗？然而这却每天都发生。我如今谈的是北美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癌症，它不是你的疾病，它是你的身体因为生气和不平衡而产生的东西。它是对成长不受控的逃避，它刨开你自身的系统去开发自己的道路。你可能正在坐在椅子上并让它在你身体里激烈进行而毫不知情，
直到身体决定给你点痛处。然后，通常会太迟。你可能看着这整个人体情景并说，这是个什么样的系统？他甚至不会警告我这些我体内发生的重要事情，他真的这么蠢吗？答案是，是的，如果你用所被教导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一个非常局限的视野。我在这里告诉你，这根本就不是那回事，他也从来不是那样的。你总是能够去到某个程度去瞧瞧里面发生了什么，然而几乎没人去做。这就是区别。接受一个三维历史观点或扩充你的想法去包含许多人都不相信的事物。多年来，肌肉运动学已经建立了沟通之间的间隙的桥梁，然而有多少人利用它了？它是对逻辑法则的控告，不是吗？这就是某些已经被证明了的允许身体直接对你交谈的事物，但它却没有被人类广泛接受。为什么？因为它超出了你们所学的可能性的范围。这个，因而，是今天的话题。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光子治疗二，解释那不可说。我不会给你下一个信息，如果它不是那样。下一个信息很难，但它来了，我的伙伴，对你说。我现在将带你去到求爱内次元的治疗，难以置信的下一步，这新能量会支持的下一步。你将开始看见不可说的事物。哦，有些人会称他们为魔术。我以下告诉你的某些事在未来100年内都证实不了，因为生物学家们就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发现你的家族树的血统和联系，以及你今天对它做了什么。哦，我们现在开始发神经了。星号首先，相关的机制。每一条 DNA 的周围都有一个场，每一条 DNA 紧挨着下一条 DNA， 一个场包围着另一个场，包围着另一个场，而且它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并非像你们的图表那样拉长。我来告诉你那有什么作用。它创造了单一的意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你能在形而上的世界里跟成为一个整体的身体交谈，而事实上却有亿万条 DNA 内是灵性成分， DNA 内是神的片段、家的片段， DNA 内有个光子石箱， DNA 内正如我伙伴陈述的，有一个智能设计。环绕着 DNA 的场已经被科学家观测到，并且已被证明是内次元的。一条 DNA 靠着另一条，靠着第三条，形成一个互锁的、交叠的内次元场，它对于宇宙是唯一的地址，星号译注 IP 地址。而你的名字在上面。我说的是，当你开始跟你的身体交谈时，它是整体的经历。你无需跟你脚趾或手肘谈，因为你会及时跟他们全部交谈，因为他们全部都及时听着。把它想象成一个整体的体验，因为 DNA 是互叠的，场是互叠的，而那些互叠的场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场，并形成更大大的场。当你拥有上亿万条 DNA 精确的在一起，那就是你把焦点集中投射的场，而它被称为密光 Esoteric Light。 期间它同时用于个人治疗。它准备好要听老板的吩咐。我的伙伴早些时间接触这个特点。你并不真的相信你能对细胞说话，事实是你可以，而他们早就在聆听。回想一下吧。事实上，
以内次元的方式，你拥有与大规模 DNA 厂完全和完整的沟通。你是他，他是你，但如果你从来都不跟他交谈，他就会走自己的路。亿万条的 DNA 在这里，准备好听你说话，然而你却从来不跟他们对话。你只是期望他们能够运转正常，如果不是的话，你会痛。正如我们以前说的那样，你出生在一个文化和系统里，这里所有感官特征和灵性觉悟都在头脑里运输，从不明白身体的每一片段都是使人领悟的。因而你在脑袋里兜圈，希望你的脚趾头运转，希望你的肾脏运转，希望你的心脏活下去。你从未想过你或许可以真的与这些事物交流，或者改变它们。但是他们终你一生都在那里等着你。如今我号召你的身体听着老板的吩咐，因为 DNA 等着你通过你的自我意识与他们交谈。你 DNA 内有一个启蒙属性，你或许称它为高我。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它都立刻处理细胞结构并开始改变它。这里开始复杂了。 OK， 克里昂，你怎么做啊？当你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你如何变成内次元的？我还在三维。这些都是大问题，而这正是不可说的部分。今天这里的群体，有些人正处在意识的边缘，是指他们不专心。我打算请他们为了某个谜题而别走神。这个教导并不需要以前的方式，因为当前有一股新能量。以下是我的伙伴需要做的。他将要在三维中提出一个隐喻，他实际上解释一个多维的效果。他在表达上会过分简单，而理解上却错综复杂。你必须理解这个隐喻。你必须理解有关的时间相对论，才能通过这点，才能跟自己交谈，才能使所有事发生。起码要承认，研究并假定这隐喻是正确的。它有两部分。星号第一部分。和我一起想象一些非常简单的事。用你的理智观察并理解它。有一列火车。这火车就是你。它在轨道上，那是你三维里的时间框架。你感觉到这火车均速地在轨道上行驶，轨道像箭一样笔直。速度就是你的时钟，它从不变化。你可以看见轨道在你前面并在消失在远方。火车的前面代表着你的未来。火车的后面代表着你的过去。火车非常非常短，只有几节车厢。你就是火车车头、车身、支架和连杆。火车缓慢的行驶，均速的，这是你的时厢。那是你的三维时厢。想象这火车在你的时厢里行驶，但要记得从我的角度来看，你真实的内次元火车并非如你看见的。当我看着你时，那相同的火车，我看见一列火车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圆环里。这个圆环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它比火车之大那么一点点。现在要搞清楚这点。你所看见的和我所看见的真的是同一样事物，但这里的概念是让你知道你感觉的局限，那么就你可以获得事物如何运转的真理的观点。因为我将在下一部分显示并告诉你的事，以及我将要显示我伙伴的事，就是去帮你理解那不可理解的。他将帮你适应我在以下三点所教导的事物。让我们假设你打算下半辈子每天都跟你的细胞说话，而你也打算做点事去改变它们，例如治疗。
让我们假设当你这样做时，它代表了以下隐喻。当你在你的火车上时，你在身下的轨道上油漆。让我们假设油漆是红色的，因为它在这例子里很醒目。这时你正对你的细胞说话，而你正在生物体里做着改变。当那改变发生时，你用红油漆做记号。火车上有油漆，而你也能够当火车行驶时在轨道上涂上鲜红色。现在，在三维里把这个描绘出来，因为你在思维中看见这画面非常重要。你正开始在轨道上涂红色，那是你细胞里的一个变化，因为你是一个强大的人，能与自身的细胞结构有联系，你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在你的三维里，随着火车行驶，你可以向后看看并看见你开始涂红色的地方，而那红色的部分在你身后消失。你同样能往前看看并看见轨道还没变红，但它将会变成红色，当你到达那里并涂油漆。因为在你的思维里，你终此一生都在不断地涂。由于你的时间，你正画着一道红色的轨道片段，那片段随着你年老而越来越长。这就是在你的时间框架里把轨道涂成红色的三维理解。现在来我这边一会儿。哦，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但这真漂亮。我要告诉你的是真漂亮。哦，它只是一列简单的火车和一条红色轨道，但听好了。从我的角度来看，你刚开始在那细小短暂的圆环里涂色，整个轨道几乎同时变红了。差不多一分钟，整个事物就永远变成红色了。目及所处，你前面是红的，你后面是红的，因为在内次元里，它在一个小圆环内。那就是内次元的理解，如果你还没想通，但你的细胞和 DNA 却都是内次元的。因而，是你的线性理解，使你总是想着面前有一条很长的轨道需要每天都要上油漆，而只是你的有限见解让你远离真理。你纯粹意图去做的事已是永恒。轨道不可能不被上漆。轨道现在是完完全全的变红了。从一个治疗的观点来看，这是相当意义深远的，立刻它就变得更好和更复杂了。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光子治疗三。星号第二部分。继续你的三维想象。那里你正在轨道上涂油漆。你打算造一个物体并让它掉下火车。可能这是显示着某些你曾经请求过的事物。这物体是用于此想象的，当你沿着轨道行驶时创造了它，并把它掉到旁边。这或许是个对真理的顿悟，或许是共同创造。你让它掉下去后，当然你会从它旁边经过，因为你的火车总是在运行。因而，你可以在理解里说，那是我所做的，而它在我身后有一段距离过去。你有一个日期和时间来回想，因为它现在属于你的过去，那过去是它完成的时候。但某事却发生了，而那是个谜。非常有趣的是，当你沿着轨道行驶时，又遇到了那个物体。因此你用自己的方式将这解释成来自神的某个标记，他说，你必须再做一次。然后，你让自己再做一次以前自己做过的，再创造那物体一次。去吧。你说，并感觉到已经完成了一次或显示，或自我治疗，或对神的请求的更新。不用多久，他又来了。你将这标记理解为保持罐子是满的。
在三维里，你习惯一点一点地将罐子填满，希望它没有漏水，为它的磨损计算时间。这是非常三维的，因而你不断地重复，一次又一次地全力以赴。它来了，让我们再做一次。保持将罐子填满的感觉真好。让我们再干一次吧。让我告诉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你生活在一个内次元的世界里，尽管你们的科学现在不承认。然而，你坚持将所有事物都理解为处在一条笔直的时间线上，它让你变老，并很自然地迫使你持续地更新事物。然而，真正在灵性上和你细胞里发生的事是，无论你创造了什么，都是在一个很微小的圆环里。一旦做好了，就永远影响了整个圆环。它从来都不需要再更新，因为你一做完就完成了显示永远。这里是很难的部分。如果你一直跟着我，如果你的轨道是一个圆环，于是你持续的在相同的地方运动，那意味着当你往后看时，那曾经是你的未来；当你往前看时，那曾经是你的过去。一个圆环就类似那样。如果这是如此，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能做点什么去影响下面的轨道，以达到改变过去的目的？跟紧我了。听着，利用这个想象和时间相对论，我现在将给你三个内次元治疗的特性，从容易到难，一点到难以置信。星号简单级，你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是仅用一个内次元的规划，就回复青春。回复青春是我们的词语，作为一个减慢生物中的含义，提供给我的伙伴。你的身体在三维时间框架内，它被设计成这样，它随着地球、太阳系和月亮等你所知的转动而移动，它能够以年来计数，它使用生物钟复制自己，细胞复制，生物钟被锁在你居住的环境里，复制的情况会保持下去，直到你改变时钟。你的时箱里不可能改变时钟，因为它总是以相同的速度前进。然而，如果你改变细胞对时钟的反应会如何？换句话说，如果你改变内在时钟会如何？你可以的。你可以创造某个情景，在那里细胞被指导着减慢年老的速度。另外，做好准备了，你可以真的想象一条细胞年轻时的轨道，并通过想象告诉 DNA 去模仿它。内次元的，你将要向你的身体显示一个你年轻时的清楚画面。具体年龄不重要，但你要做的是向身体显示一个拼图。往回退，退到这丝点被拆开并复制亿万次之前。往回退，这可能吗？是的，这是要将你放在某个处境，在那里时钟不再用相同的时间框架速度对你的细胞滴答作响。跟紧了，让我们假设你还在火车上，当你打算开始回复青春时，你开始形成思维图像，创造出一个显示你自身力量的物体，并让它掉下轨道旁。你将要开始用慢下生物钟的意识将轨道涂红。三维里，你将往后看并说，这就是我开始变年轻的标志。但这种理解有点错误，时钟是相对的，不是吗？因为如果你要往后退，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减慢生物钟，那么轨道必须在你身后变红。别去烦恼这个概念，对它必须如此运作，只要笑笑就好了。
星号译注 Bu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at perspective, it's the paradox of the clock, is it not? Because if you're going to go backwards, that is, if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slow the body clock, then the track has to be red behind you. 我开始晕了，原文是不是写错了？按他的思维，应该是轨道在我前面变红才对，狂晕。在那次圆的状态里，轨道完全变红，而你的身体已经对轨道圆环做了某些手脚，虽然这对你而言是个奇迹。它有能力将 DNA 回复到你得病之前，或者得了年老病痛之前。那听上去是治疗啊，克里昂。哈，是的，那是下一个。但记住，你正在三维之外做事，甚至在三维内连看到它的可能性也没有。回复青春就是将细胞结构退回到某个时间，并将它放进一个表面呈老香的身体里。下面将发生的是，你减慢了衰老的过程，那就是所发生的。哦，他并不回复。你不会突然间变年轻，相反，你减慢了衰老。这是因为你对身体交谈，从一个自出生就默认的系统里取回控制权，你的身体正等着老板改变它。明白了吗？你的身体对时间只有一个输入，那是太阳系、月亮。有没有曾经想过，突然间，你就负责调节那时钟了？你在怀疑，是吧？你不认为这是可能的，是吧？当你读到这里或听到这里时，你神游太空了。这也太怪诞了，克里昂。讲一些我能做的吧。我已经告诉过你，这关乎接受并改变你的实相。还记得我说过想讲三个内次元的方面，这个是容易的。如果你对这个理解不了，最好就别读下去了。你瞧，三维大喊大叫了，但来自神的爱的内次元事物却在低声耳语。如果你要听见那私语声，就不得不把那叫喊声移开。你必须放开在三维中的培训，并暂停你自出生那刻起就学习到的关于万物的思维方式。很难。好吧，克里昂。我们该怎么做？你说过了，你给了我们一列火车，你给了我们一条轨道，你给了我们红油漆，而你还说了什么？涂轨道。我怎么去涂？我怎么将这隐喻置换到现实啊？这就是问题。人类怀疑有什么会跟他们的感知对坐。谁告诉过你，你的感知就是王？有没有人曾经告诉你，感觉只是你观察事物的偶然方式？它并不总是代表真相。当你第一次听说细菌时，那些对你健康如此重要的不可见的有机体，你们整个医学组织笑得眼泪都出了。不可见的东西包围着你，他们因自己的理解而嘲笑。那是真相吗？还是那只是他们在那一刻的意识？纯粹的意图就是答案。意识改变实相，它是献给神灵的金子，但你却看不见它。你不可能伪造纯粹意图，它是当你跪下时的意图，它是当你有麻烦时的意图，它是当你说我愿意做任何事，解救我吧时的意图。那是强烈的，但要记住，你不一定非得有挑战才能有纯粹意图，你可以用心灵情绪制造纯粹意图。当你准备好并说我现在准备好了，并正在做时，克里昂，多久我要这样做一次？ OK，
三维人类，你想在你的火车上看它经过多少次呢？笑声，答案是一次。对你来说不够啊。嗯，我不明白，所以我还是会重做。我会经常做。我会每天做。好吧。这不会伤害任何人，但这会慢慢占用你全部的时间。重复不是关键。它从来也不是。你越是内次元人，你就越明白此中道理。纯粹的意图。一次。那就是它需要的全部。如果你觉得不对由，去再做一次。它不会伤害任何事物。那是容易的一个。难一点的。这是治疗。治愈你身体的某疾病，使它永不再来。永远。你活在一个对抗疗法的世界。它在三维，而且在时间线上运作。如果某物出毛病了，你改正它。你贴块创可贴在上面。如果某物出问题了，你提供改变细胞的化学，那么问题就可以平衡。这到处都是原因和结果。你这样做的原因非常情有可原，对此没有评价。然而，在新能量中，你现在可以开始做内次元的治疗。我会提供此信息给你，但它是难做到的。你必须已经非常能量调频，并稍微出离三维。听好了，让我们假设你身体内有癌症。这只是个比喻，而且只是个图像。这不会给你带来癌症，因为你正处于灵性学习意识中，光正在这里。让我们假设你正期待治愈体内的疾病。你认为存在一个你得病的时间，存在一个病的严重的时间，存在一个身体告诉你它在那里的时间。你的大脑有这个时间概念在一条笔直的轨道上。你在三维里。现在我们出发，并说你可以用内次元纯粹意图治愈它。纯粹意图。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克里昂。纯粹意图。不。你的着点是去做。你必须得履行医学协议。当然了。你可以。难道克里昂有叫你不那么做吗？很有可能一个完全的治疗在三维和内次元都要做。如果我告诉你可以将你的对抗治疗提高 50% 或更高，如何？谁告诉过你治疗是这种或是那种？人类喜欢将思想的框框围着他们所做的事。我想给你看点东西。我想你和我一起去某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此星球上每一个灵性特性都绝对是你用纯粹意图改变的？此星球上每个宗教都赋予你数分数内改变的能力。问一下他们，你出生的宗教就是其中之一，基督教。你可以拥有一个完全的、及时的转化。你可以将所有事物完全转变，只要你对神说。是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用伊斯兰教来做。你可以从中选几个先知的名字，并发现神的爱与伟大。问一下他们，那经历是深刻的，而他围着你说是和承诺而运作。然后，三维劳动开始了，是吧？在某些宗教里，你必须还得做其他事。你爬上楼梯，上学，以某种形式祈祷，穿上戏服。但所有这些都源于一个决定，它对你有及时的影响。其中一个宗教，如果你是女性，就可以与基督结婚。一个决定，一个仪式，而所有事终生都变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就很好，
而你自我身体的神圣殿堂却不行呢？想一想，纯粹意图总是答案，而你细胞内的神性正等着你的委托。想象一下，你有某种疾病，现在你要消灭它。在纯粹意图的内次元状态里，你看见的是想象，你的细胞结构正返回到疾病发生之前。明白了吗？超越三维的框框，想一想，你正做着回复青春。简单，相同的是，不同的是，现在没有三维证据，它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那使它变得更难理解，因为现在你正担心自己是否已经做过，你正担心疾病是否还会重来。事实上，完全搅在一起的双手的担心，通常意味着纯粹意图从未给出。哦，亲爱的人类，我想告诉你，那真正的纯粹意图将会开始图轨道，它正带你回到疾病产生之前，任何事发生之前，它正逐步重绕时钟。那意味着对你的细胞而言，你从未有过问题。我说过，这并非容易。再一次，这是时间相对论。你总会记得，当你治好自己，而疾病永不再来的那天。我们知道它不会再来，是因为你从来没得过。你理解人类治疗的能力了吗？你理解此间什么是可能的了吗？带你回到任何事发生之前的意识，回到疾病曾经以不适当的方式入侵你身体之前。现在的内容变得难懂，因为你正涉及实相世界的证据，以及对抗治疗体系测试一个内次元治疗。他们将告诉你详情，他们将告诉你治与不治好转的百分比，全都是用对抗疗法医生的用语。随他们吧，并庆祝他们的诊断结果。你将不会再得病，他不会来，他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在上面贴创可贴，你从来没得过，整个轨道都是红的。那很难理解，亲爱的人类，祝福那些明白这是真的人吧，因为有许多人，你刚才阅读的奇迹在你的灵性历史里从来不是个问题，疾病从未回来。原因，他们就像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样，区别是内在的大师处理的，而不是外部的大师。我是克里昂，爱着你们所有人，带着爱和自由。就是这样，来自克里昂的祝福 Cryo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